然后，哎，厉害吧？嗯，这样。嗯，真的不行啊。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当时我自己去买，我还找贤哥来去。笑话不好笑吗？有什么好笑？喝茶还是喝咖啡？咖啡。你不是说有事儿跟我商量吗？啊，哎，这周六空不空？空的话，跟我去看一下房子。看房？看什么房？我现在租那套不是临时的吗？这房东说年底想把房子给卖了，也没法续租了。那我想，如果常待的话啊，已经决定的话，那买一套呗。买房不是大事儿吗？就是因为是大事儿，得你满意才行啊。你要这么说呢，我这一下不知道怎么接了。不知道怎么接了，哎。我提出的呢是一种可能性，以及为了这种可能性，我会提前做的一种准备。什么可能性？将来我和你一起住在这所房子里。我们俩到了要住在一个房子里的这种程度吗？如果七年前没分开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早就到这种程度了呢？你要知道，如果这个词有的时候特别的没有说服力。我知道，如果是种假设，但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心愿，是一种期待。我一直觉得吧，有些东西过去了就过去，别回过头去追，追了也没有用。但是这次遇到你，我不想再放你走了。如果能回到七年前，我一定会大声的让你留下，绝不让你走。这次我不想再遗憾了。告诉你我还在这里，想念的声音是穿透时光的约定，我会带着深深眷恋守候在永恒里。小夏，怎么了？我今天没。快看我这个。我不会玩，我看你总在玩，好玩吗？好玩呀！你别看你是特警又是狙击手，你不一定有我玩的好。你快，你不信你试试。我想你玩一下，快！我不会玩。你怎么不会玩？这不是有五个小青蛙吗？你看你一连就这样，然后。哎，厉害吧？嗯，这样。嗯，真的不行啊。
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。当时我自己去买，我还找贤客来去。小姐，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，但我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。直到今天，我才允许自己真正去体会你跟我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，是你让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。其实，在灾区的时候，我就有想过，无论我们两个人剩下的日子是五分钟，还是五十年，我都决定好了，以后的日子让我来陪你。谢谢你，阮静霞，教会了我如何去爱，以及被爱。阮静霞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邢队长，你跟舒文波什么时候到啊？啊，这种日子再迟到不合适了啊。哎，快了快了，在路上了，你们得多多体谅人民警察呀。知道啦。你觉得这件好看吗？会不会有点老气啊？嗯，好像有一点。你要不然再看看别的？嗯。你能帮我拿这件试一下？好，是这件吗？对对对对。谢谢啊。我觉得这个好看。是吧？嗯，我也觉得这件好。那就这件吧。好的，那就这件大小很合适。那我给您看一下尺码，就按这个尺码下单定做。您稍等，我给你拿单子来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们真不在这儿摆喜酒了？嗯，他爸爸身体不好，所以打算回老家办喜酒。嗯，但我们决定呢，在这边把婚纱照给拍了，然后弄一个小酒会，请一请同事啊、朋友什么的。然后婚礼就回他老家办了，我父母也同意。哎呦，像公主一样宝贝的阮晴霞，怎么现在这么善解人意啊？他是老实人，不想贪难办。哦，他是老实人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也是老实人。你真是爱他爱得要死啊！嗯，好，我知道。哎，他们到哪了？在路上，在路上。刚才那件婚纱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你要不要去试试？你结婚，我试什么婚纱呀？那反正有时间没事干，就试试嘛。你别看邢克磊放你去进修了，看他想娶你的心，一点都不比舒文波差。你就去试试嘛。我就是想看我的好姐妹穿上婚纱好不好？你去试试嘛，试一试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你不要再撒娇了，恶心。